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我们继续游玩《风云之天下会》。那上集我们跟秦霜、聂风三人合力战天池十二杀手，那最后不敌雄霸，然后不幸受伤，被神秘人救走，然后到一个屋子里来，烟雾弹。银两，爹，那我替你摩根他吧。不用了，好害人的功力。哎，刚才怎样？这是什么情况？啊，原来是做梦。怎么会如此巧合？然后刚才并不是梦，奇怪，我的族长已被雄霸打断，怎么会完整无缺？啊，你醒过来了，你的伤势未愈，要好好休养啊。嘿，于老头，不惊于终于醒过来了。我会早说过，老夫的功夫是一流的，如今我已功德圆满，你答应给我的条件究竟在哪？快先拿出来吧，神医，放心吧，我早已给你办妥。神医？难道这容貌奇丑之人正是武林三神中的神医？从他已不问世事，怎么在此遇见他？你们俩有许多话要说，老夫就不妨碍你们了。你为何要救我？在恶障中，我第一眼看见你，便强烈感到我俩有缘。有缘？那手臂一断，莫非墨镜是真实的？一切都不是梦，你所见尽皆属实，而我的左臂亦移植在你身上。这么多年来，我都一直在等，今天终于让我等到你了。你究竟为了什么？算是为了摆脱这火麒麟的梦魇吧。啊，又是火麒麟！哦，你见过火麒麟？少年时曾遇过他，难怪你和我同时遇上火麒麟而大难不死，原来我俩真是有缘。什么？你也见过他？不错，30年前那一夜，我与他奋战多时，他的鲜血洒到了左臂之上，顿时左臂异常灼热，痛彻心扉。当时我想左臂是废了，谁知一个月后，灼伤的硬皮全部脱落，赫然露出一条全新的手臂。这条重生的手臂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，有着异于常人的强大力量。我便凭借着这强大的力量强奸除恶，济弱扶倾，可是他却让我失去理性，凶性大发，以致让我害了无数人命。如今我的女儿楚楚已长大成人，我决定去干一件事来弥补罪过，但却不想将这麒麟臂伴我而去，因此你便将这条左臂给我。不错，我曾有恩于神医，故他大义相助，这些年来我一片寻体之合适人选，想不到无意中遇上你，接驳竟然顺利完成，看来我俩的缘分不轻。麒麟臂存在不可思议的无穷力量，希望日后你能好好用之正途。可是你刚才不是说会失去理性吗？那给不仅不会有这个问题吗？获得火灵镜，我与雄霸不共在天之仇，得到这条手臂也只会用它继续杀戮。你真的要杀，非杀不可，但你又何苦呢？何苦？倘若我不杀雄霸，雄霸便会杀我，我们双方必须有一个死，这场仇杀死，这场仇杀方可结束，谁都无法逃避。这就是我的命。我年纪虽叫你微小，但经验却比你多，愿意给我的折磨与挑战，我会一一面对。我明白，只希望可能的话，你能尽量珍惜别人的生命。无论如何，救命之恩定当铭记于心，他日必当报答。我亦不欲久留，告辞。你伤势未愈，急需神医看顾，为何不留下继续休养？天下会势力庞大，留下只会连累你们。再见，不兄弟，我俩既然有缘，何不留下来交个朋友？世上有一种人，他不会有朋友，更不会有爱。这种人
只有寂寞，而我正是这种人。再见。OK， 走吧。我临近是招式吗？没有，还是一个道具。你看到啊？哦，没看到，算了，管他。想要去哪里我也不知道。布大哥。哦，是鱼姑娘。布大哥，你可知我爹将要去干什么？来弥补罪过。半年前，武尼山神之捕神发现了爹，爹便自动向其投案。有时候心里的折磨比肉体折磨更为难受。你爹竟然轻视然安，这未尝不是好事。但你可知当年我爹所杀之人中有着捕神的亲属，所以我爹若落在捕神手中，后果必定不堪设想。假如你对他尚有半分感激之心，希望你能前往南安镇，阻止捕神前来弃捕。OK。好啦，那我们快转。好，我们到一个客栈吧。糟了，怎么今天碰到这个凶神恶煞？我还是先丢为妙。不急于，可要移行为。以行换位大火开溜，不急，给我快走啊！张小，这哪里张小？兄弟，你身上这柄好剑可否借看一下？我的剑并不是用来看，我的剑只用来杀人的。所以你就用这把剑杀光了小王府上下数条人命，背弃万一之人，还不配玷污这柄剑。莫名其妙的打剑疤，重复绳索，这招超废的。哦，有点帅。哇，六千滴！就好像蛮巧的。啊，不禁果然名不虚传。你为何掌下留情？因为现在还不是捉拿你的时候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只想告诉你，现在给你半年时间去办妥你的事，接着回到此处自首。有。白衣男子好像能什么东西，真是奇怪。来了，来了，是时候了。好，出去吧。
不自觉，是真心相爱的，求你成全我们吧。平，我爹已受到拜见山庄的聘礼，爹爹绝不会答应你的，你这样做只有寻死。子君，你爹不许我俩结合，我们是虽生犹死，既然活着枉自痛苦一生，不如你和我一起死吧。傻丫头，快跟爹走，拜见山庄家财万贯，你嫁入傲家便可享尽荣华，爹也可增加十倍身价。他俩真心相爱，你们根本无权拆散他们。兄弟，这是我潘家的之事，何须你来说话？放他一条生路，否则你只有死路一条。哇，太呛了！我觉得你真的很呛。这是什么铁头功？是不是？蛮弱的，饶命啊！贪图富贵，罔顾女儿幸福，死不足惜。不要杀他，那毕竟是我爹，要杀就先杀我吧。求求你放过潘镖头吧，他一日不死，你俩定无永无宁日。难道你们不想永远厮守在一起？想，但是如果要牺牲这么多条性命来成全我俩，咱们也会抱憾终身抱憾。管理，过去爹做错了，今后再不会阻止你们了。龙德化不开的妇女心起与男女真诚的爱情，让这件事就暂时这么落幕。看热闹的人群也散开了，不拘泥的心里终于体会到，男女之间的感情有时并不是两个人是，真是皆大欢喜啊！这个男女双方这个。在以前就是没办法自作决定，这也是蛮奇怪的事情。因为毕竟荣华富贵啊，就是门当户贵、门当户对，在以前是很重要的事情。给我半年时间，应该是补神吧，我猜的。现在去哪里了？哦，我看一下攻略好了。哦，遇到了，小子，别走啊！你手上的可是无双剑，嘿，在下剑平，很想与交个朋友，不知阁下高姓大名？我又不认识你，快滚！既然如此，我就来试试无双剑有何过人之处。这个莫名其妙的。招式很华丽，死吧！不错不错，无双剑果然锋利力强，可是实剑绝对配不上你。看，剑脊微曲，就如老人家的旗鼓歪了，是衰老现象啊！剑锋缺口太多，积老成疾，当真是夕阳迟暮。焉能适合你刚阳之心？老夫身有剑眼，一看便知。你必须放弃无双剑，另觅武器，剑术修为方可提升。否则人剑不配的话，轻则剑断，重则人亡。少侠慢着，刚才老夫不吝正眼，使你受惠终身，该对我表示感谢呀！哇靠，你敢强迫人家吗？你这个贱品！少侠别误会，我绝非贪得无厌之徒。只求阁下传授一式剑法而已，以你的身手，根本不用我教。不，有云玄武子敬，少侠剑术精薄，在下是诚心求学啊。我跪你半年，
请你教我吧。直接不理他。我笑死了。我直接不屌他欸。布大哥，你一定办妥那件事了吧？你如何处置那捕神？楚楚，抱歉，我并没有阻止捕神前来，他大概快到了。什么？放心吧，他是那种比铁面无私更铁面的人，这样的人绝对不会寻死，一定会还你爹一个公道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？看你的样子，不用多问，定是那新崛起的拜见山庄少庄少主的傲天。嘿，不行，你有眼光，但你坏我婚事，我今天要清算这笔账。那姑娘心毫不属于你，你得到她也是徒然。我不理她的心是否属于我，只要本少爷要得到的，就必须得到。这又如何？你的剑有我的快吗？杀人的剑未必一定要快。步惊云，你果然有种。本少爷今日不和你斗，一个月后拜见商庄将有剑劲。你有本事便来吧。倘若你届时不来，我绝对不会那夜平安的男女好过。我这王八蛋，这是骄恨放纵，看来并非善男信女。那个什么剑技，你还是小心点，莫去为妙。我们先进去吧，我想捕神已经到了。OK。先补个千年人参。兄，想不到你没了千金币后身手依然不同凡响，佩服佩服。布神的锁魂环掌一时一绝，今日云某人愿意切手，真是此去无憾。来，布兄弟，我替你介绍，这位是武林三神之一的布神，我们已见过面了。哦，你俩早已认识？我不单认识他，他更是我要捉拿之人。布神，我要杀雄霸，半年实在太短，为何要杀自己师父？因为他杀了一个不是我父亲的父亲，此仇一定要报。要杀雄霸，也许要杀无数无辜的生命。我身为皇法执行人，势必要阻止这场疯狂的杀戮。不是老弟，他身负麒麟臂，剑法更深不可测，并不容易对付。这是我的职责，此战势在必行。不生，你要捉拿我，就先拿出本事和我一较高下。不打过了吗？神，你败了。不是，别打了，再战下去你无疑是送死。多谢姑娘的好意。爹，你劝一劝捕神吧，他死不宜再战了。也许捕神宁愿如此寻思，殉职也比临阵退缩好得多。不惊云，只要我能有一口气，就不算是输。哇，还来啊。
连打两场就对了。哇，痛，痛死了！千年人参，好痛哦！怎么突然打得这么痛？那个补品我不知道，是最高层补2400，因为后来我进村庄都没有去药店买药了。哦，好，暴击了。不好意思，这款游戏的招式好像不会逆袭，这打人一定中。你这样做又何苦？纵然基于一分力，我仍会阻止你去报仇。我明知此战必死，却为之，是希望能感动你，珍惜生命，正如你适才不想杀我一样。可惜。此仇一日未报，我绝不会罢手。不仅是非亦非冷酷无情，只是给他心中仇恨驱策者不断杀人。看来我的麒麟臂并没有错付非人。爹，武神已死，你还是要去自首。是的，这是我一生最后的一个心愿。你三焦玄关仍要耐心被逮捕，故此别再妄使麒麟臂。否则会异常痛苦。还有，如果可能的话，希望能照顾一下楚楚。不，兄弟，放心吧。不，大哥，你现在打算去哪？我要去见一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我深爱的人。哦，与楚楚加入。好。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订阅，欢迎到在我左下角的图片按一个订阅，也欢迎到粉丝页按个赞，以追踪最新的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收看喽，谢谢，拜拜。